这个球打成的投手前，投手徒手接球之后传往一垒，把打者呢给刺杀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的飞球，厄雷索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，形成了两出局。哇，结果形成了四外球保送。主审也接受了，对，打者这边想喊一个暂停，对 ，OK， 主审不理你，对对对对，那我们也没藏久，就直接丢进去了。好，那么再见三振，那么结束了在七局下半的墨西哥队的进攻，那么中华队呢在预赛的第三场比赛呢最后是以4-1，那么击败了墨西哥队。我不过看起来墨西哥教练还在跟场上裁判抗议啊，而且动作蛮大的哦，所以在本垒后方，现在好像。有点点摩擦，主要还是喊暂停的时间，还是要主审认可的情况下才要喊暂停啊。对，你不能直接选手认为说啊，我喊暂停就是，主审就接受了。是，好，我们先，好，中华队呢在预赛第三场比赛，那么最终是在第六局拿下2分，第7局攻下1分，4-1击败了墨西哥队，目前呢在预赛呢取得了3战全胜。我们休息一下。